哎，最近皮肤太干了，要补水呀。补什么水？要补油。补水，补水是护肤的基本。像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大量出汗带走脸上的水分，我觉得我的皮肤及脸层都像干裂的土地了，肯定要补水。可是只补水是远远不够的，你知道吗？我们皮肤屏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皮脂膜，皮肤干燥起皮呀，甚至是泛红啊、不舒服呀，都是因为皮脂膜油脂不足导致的。所以听我的，先补油。但皮肤这么干，肯定要先补水呀。先补油，补水再多，没有油脂保护也留不住的。可是，别争了，水油都补不就好了？爱多美艾舒乐特精油喷雾采用水油双重保湿技术，只需3至4次，可瞬间通过乳化作用，将含有亲水性天然精油和冻干保湿肽成分的水分变成精华胶囊，在肌肤上形成水分精油双重保湿膜，维持持久保湿力。哇，这样的话水分保湿膜沉叠于肌肤，可以即刻补水。没错，油滴生成的精油膜也可以深入肌肤，长时间锁住肌肤的水分。这真是做到了水油平衡呀。但我还得研究一下成分，成分好才是王道。给你研究。这个使用了富含多重复合物的绿茶水，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让我隆重地给你介绍一下。人们常说的茶能养颜，其实关键的就在于绿茶中口感发涩的部分，叫儿茶素，它对抗自由基和维稳肌肤也是非常好的效果。而我们的艾诗洛特精油喷雾呢，就是甄选有机认证的绿茶萃取物作为基底，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维稳肌肤，解决肌肤困扰。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的多重复合物采用了休眠素的技术，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对，就有着对抗老化、对抗自由基等等的功效。这里面包含了雪片莲鳞茎萃取物、水仙花鳞茎萃取物和火龙果鳞茎萃取物。这么多萃取物生成了胶原蛋白、弹性蛋白，有助于肌肤变得更加好、更加明亮，恢复肌肤恒长性以及提亮美肤。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其实这个成长因子在减少，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啊，因为有它就可以让我们无惧老化，维持年轻健康的肌肤状态。太期待了。可不止这些啊，除了保湿和维稳肌肤呢，还能够让我们的肌肤焕发活力啊。这个我知道，我最关注肌肤的修护焕新能力了。你看这里提到的裂酶溶解产物，就是通过强化肌肤屏障，增加弹性，恢复受损肌肤等，打造健康富有生机的肌肤。对，而且你看这款喷雾啊，它在水层里还将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药用植物金合欢的种子萃取物冻干天然皮肤保湿肽。那这个成分呢，可是能激活水分供给，通过抑制水分流失，促进细胞紧密连接。本来年龄增长呢，其实我们皮肤的表皮层啊会变薄，那这个成分呢，就刚才你说的这个成分是可以让它逐渐的变厚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加完美的防止水分流失，确实是能够产生真切效果的好成分哦。那我们油层呢，里面可是精心挑选了琉璃聚酯油成分，这个成分你一定也做过不少功课。那我来问问你，你知道市面上很多护肤品都会去选择月见草这个植物吗？这个我必须知道呀，因为月见草中呢含有伽马亚麻酸，能为肌肤补充丰富的营养，带来强效的抗氧化效果，帮助打造水润有光泽的肌肤。没错，而我们爱多美艾诗洛特精油喷雾选取的这个琉璃聚酯油，它的成分含有比月见草高2.5倍的伽马亚麻酸，我有点不可思议。对，高2.5倍呢，它可以加倍的做到防止老化、供给营养、改善皮肤细纹、保湿等等等。我们经常说要以油来养肤，但是如果你上面的功效都做不到的话，那只是做表面的敷油，根本不算养肤。只有做到我们所说的，才算是真正的养肤。而且你来看，
哎，我们的这个产品外包装你就能看到我们的水油是分层的，有23%的精油层和77%的水分层来组成，二合一阻断水分的蒸发，持久润泽。用成分说话，做到亮肤加平滑的细纹的双重功能，同时呢享受水分的湿润感和精油的丰富的营养感，娇弱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哦。哎，我觉得这款产品真的不错，保湿维稳，平滑细纹，保护修养就靠它啦。无论是洁面后保湿，基础保养叠加保湿，还是任何感到干燥的时候，使用清爽而又充满水分感的艾斯洛特精油喷雾，就可进一步提高水分吸收，紧抓肌肤内的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润的弹性。哇，真棒！摇一摇，它可以让我们的水油碰撞形成精华胶囊，然后轻轻的一喷，便捷快速的进行提亮平滑肌肤，这样一站式的皮肤护理你想拥有吗？太值得拥有了，温柔的呵护我们的肌肤。艾斯洛特精油喷雾，给你水油双倍滋养的极致护肤，用最好的成分呵护值得最好的你。